近日，著名歌星陈奕迅时隔五年推出的全新个人专辑《陈 UP》正式发行，引发众多网友热议。陈奕迅表示，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为正在经历人生跌宕起伏的人们注入能量与活力，鼓励人们振作精神，直面未来。陈奕迅新专辑中的作品《社交恐惧癌》的剧场版 MV 首播放，惊喜出现国际影帝、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表演艺术家梁朝伟参演。梁朝伟的出现让粉丝们也是惊喜不已。梁朝伟在 MV 中扮演一位开锁工，可以看到两人的互动也是十分有意思。陈奕迅表示，这张专辑的制作历时四年，真实地记录了这四年间感受到的心路历程，希望在经历人生跌宕起伏的大家能透过歌曲注入能量与活力，鼓励大家振作精神，用陈 UP 精神面对未来。